当然富有，他比较实际一点，事业。我觉得担心他爱情。言行书，谢承君。谢承君，谢承君，因为妈妈比较熟跟仔哥跟谢承君，所以他应该会选他。乔治克鲁尼，孔刘。我本人希望他选孔刘，我选孔刘。爸爸。啊，那不要好了，这 George Clooney 好了。乔治库伦，我比较喜欢男性魅力的。你看，有想好今年会送什么礼物？哦，我还没有想哎，真的太忙了。那我们贴心也准备礼物给你选。真的好。因为妈妈永远的拍照的时候，她都会这样子。哎，你后面好了，后面因为我脸很小，我在前面就好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她会觉得自己脸很小，她只会要这个。答对了。因为你都在减肥，所以你应该会吃。你选择这个。我要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卸妆每天要用啊。好。我现在已经很瘦了。你会选眼线跟口红？去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个。你怎么知道？一定是它。错，怎么可能？那我要买一个，夏天到了，你看。我刚刚是选错几次，我要认真的思考。以你贵气的气质，我觉得你会选黄色。错啊！不要这个。这次我觉得错不了，如果错的话，我全部变五倍买给你，一定是这个。你不能不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说谎，好吧？我给自己打六分。包包跟衣服让我有点压抑，因为他以前很喜欢红色的包包，可是他真的变得比我快。我跟你讲，我没办法跟得上他。一年一定最重要的就是母亲节，对，所以做母亲的一定要跟宝贝女儿、孩子要出来逛街。对。喝完咖啡再去逛。我跳马啊不。